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是我们打开世界最诚恳的方式。不知道答案选 C 还是选 B， 也不知道 To be or not to be。不知道怎么从头说起，也不知道怎么让错了的答案变成对的。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，怎么选离热爱更近一点，怎么选才能换来被选择。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，我们仍不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，不知道每顿大餐背后的数字，不知道怎么解锁多一个技能，打开多一些可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银河漫游，哪里才是宇宙的尽头，平行宇宙有没有另一个自己，为什么天灰茫茫的看不到星星，哪里最适合看星星，不知道它是否也会仰望星空。但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我们不怕不知道，眼睛、嘴巴、手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向时代求解，每一个新解法都是我们给时代的答案。新时代，新问题，新解法，夸克新生代智能搜索。